接下来，也要请各位嘉宾先放下您的手边的美食佳肴，因为我们即将要来播一段有关于他们两个人交往的故事喽。也请各位嘉宾将你们的目光转移到舞台上，或者是两旁的电视，一起欣赏由他们所带来的影片。
也请各位嘉宾先放下您手边的美食佳肴，将你们的目光转移到我们新人即将进场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用最最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新人进场。哇哦，我们新人手上有准备的代表的甜蜜幸福的棉花糖要来发送给各位亲朋好友咯。想要参加新娘子喜庆的朋友们，大家赶快到红毯中间来向新人索取哦。那我们今天新人很大方，准备的数量非常非常多哦。心里一定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对不对？没关系，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新郎官来跟大家讲一下。请问你们两位爱情长跑几年了？十年。哇哦，十年！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朋友猜对哟。来，这个哇，这么多人呐、啊，可见你们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待会呢，我们就请玉珠跟何伟各抽三张，我们来抽出六位幸运的朋友哦。没有，第一位张哲元，第二位陈大方，第三位王佳琪，第四位林权，第五位。第六位是陈家豪，来，以上唱名到的朋友们，赶快上台，因为你们很幸运被我们新人抽到了，我们有准备的礼物要来送给你们哦。大方，来，要领这个新人为你准备的礼物之前，是不是先跟我们新人说一句祝福的话？我忘记啊，各位恭喜啊，来啊，这一路走来。加油！好，我们也请何伟来送一份小礼物来给我们的大方。那我们也让摄影师帮您拍个照哦。待会呢，我们比较伴侣哦，有上台的朋友们，你们都向新人说一句祝福的话哦。好，来，我们换第二位，来，妹妹这边请。妹妹，请问你的大名是？嘉靖是不是？爸爸，那有没有什么话要来祝福我们的叔叔跟阿姨？好，妹妹很害羞，没关系，我帮她说，她要祝福我们的叔叔阿姨永远幸福快乐哦。好，我们也请来我们新郎官来送一个神秘的小礼物给我们的妹妹。